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你们。我非常喜欢杭州这个地方，因为它特别特别漂亮，而且重要的是杭州的观众真的好热情啊。谢谢你们带我去到一个又一个地方，谢谢你们让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男孩子可以慢慢的靠近他的梦想，这是这个男孩子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事情，他觉得这一切仿佛都像做梦一样，不会，就是感觉在生命当中不会发生，但是因为遇到你们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实现了。再一次感谢每一个看到我听到我的你，谢谢。今天是我出道的第十年，我们终于在越来越大的地方，越来越热闹的地方，越来越漂亮的地方相遇了。那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唱这首《千年等一回》吗？还好我不用等千年，我终于遇到你们了。谁在耳边说爱我？